作为男人嘛，这东西就是男人必有的东西嘛，生理需求嘛。没有钱，借钱也得把这病治好。되찾을인생의봄내가경험한팽창강임플란트我来自中国河北的，年龄34岁，已经结婚了。今年的1月份。就是脑溢血嘛，等到病好了以后，就是勃起障碍嘛。这个没想在国内看，就是说觉得国内吧，技术水平不行，没在国内看过。这东西就是从韩国、美国引进到中国的，所以技术还是韩国跟美国比较好点。中国毕竟它病例案例也不多。有一个人问我，为啥不在中国做？我说你买车为啥不买国产的，对吧？就这意思吧。作为男人嘛，这东西就是男人必有的东西嘛，生理需求嘛，是吧？反正就是做了比不做强，这东西是男人需要的东西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没有钱，借钱也得把这病治好。这个说来话长的，应该是从。22年的10月份，11月份呢，就是在微信上面看见公众号，后来联系到你们的，联系到表演场了，后来慢慢了解吧，感觉肯定比中国强，毕竟中国好多做坏的案例，对吧？中国那个里边都有，但是他净做坏了不管那种，也不行啊，也不靠谱啊。在中国，毕竟说不管花多少钱，中国也能做。但是我想的就是说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能去韩国做，我就去韩国，我也不在中国。实在没办法，韩国来不了了，我彻底绝望了，我只能说在中国做，对吧？会尽一切全力来这边的。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假体嘛，毕竟是终身制哦。当时我就办的是医疗签证。他有必须得有一个什么车呀、房呀，或者定期存款。像我车也没有，房也没有，就交了一个冻结证明，定期存款嘛。然后呢，北京那边交给大使馆，后来又说让补交一个押金，应该是担保的意思吧，旅行社。反正我就想能来我尽量来，不管交多少钱，怎么着也比中国好。朴院长这个人挺好的，反正就是特别一看就特别实在那种，不可能说有术后别的费用是吧？有什么话都说在前面，像我来到这儿没有任何别的费用，说多少钱就多少钱。像现在我已经做完了是吧？什么都没有考虑的，就是不可能说被骗。我吧，我这人嘛就是心眼儿比较多，不可能被骗。到哪儿基本上不会骗我。韩国的法律比中国还要严，对吧？所以我相信韩国。很多有人就是怕担心受骗的，什么都怕，你还多了干啥，对吧？前怕狼后怕虎的。反正我觉得朴院长这人挺好，不错。之前就是没有当面见过嘛，见了面之后感觉，反正比中国医生好。中国医生就是水分太大，说话就像我说那句话一样，就是说我跟那个中国人微信说，你买车为啥不买国产呢？是吧？为什么买那个合资品牌呀？我就说他不说话了，所以反正我就特别相信朴院长，但这次做了手术，怎么说？虽然还没有使用，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。毕竟这么多患者，我跟他们有的也有联系，比如说四川呀、上海呀，都是上个月多的嘛，我跟他们都有联系，应该是40分钟这样吧，就是从准备到做完，应该最多不超1小时，技术就到位，一次性就做好了，经过这7、8天的恢复，感觉基本上没有疼痛感，基本可以说没有。就是第一天回到酒店的时候，
这怎么说呢？肯定是有点疼啊，是吧？到的第二天，起初导尿管跟那引流管就感觉特别舒服，走道基本可以说没有问题，拖一天也能走，没事儿，不是那么太疼痛。像我现在止疼药，基本上就是说一天一粒，要不就不吃，术后的痛感就是说比想象中的好，基本上说可以说不怎么疼。像术后比国内也强，做完手术以后啊，一点异物感都没有，就是感觉身体里边有异物的感觉，一点没有，什么都感觉不到，就跟正常一样。就是做完手术吧，感觉就是发现阴茎嘛，就是比以前肯定会稍大一点，别的没有。吃饭就是比中国稍微高一点，住酒店高一点，毕竟。把病看好了为原则，对吧？这点都是无所谓的。我觉得在韩国还可以，也不是长期居住嘛，是不是？毕竟看病来的，一周就够用，最多10天。第一，心情肯定会好；第二，家里就是媳妇嘛，肯定会满意，是吧？应该就2天，不可能说整天愁眉苦脸的。我就希望大家就是别再犹豫。就是早做早享受嘛，就是尽量尽快会做手术，自己回到家里家庭和睦都和睦了，省得就是说妻离子散了，对吧？反正就是建议大家早做早享受，对家庭对哪儿都好，对自己个人也好，对吧？就这点，没有别的。